Hello， 亲爱的同学们，休息够了吗？哦，我们的评选的部分后半现在即将展开了哦，同学们打起精神来，就快下课了。好，接下来是一至六营养性的评选。那这个呢，跟营养相关缺乏有关的，当然是最容易可以治疗，因为呢，找到问题，对症下药。好，例如说第一个看到缺铁性贫血，哦哦，缩写是 IDA， 对不对？好，那再来缺铜性贫血，缺铜会导致铁的输出出了问题。铜这个字 copper， 要注意它不是钴哦，是铜。好，那缺铜跟缺铁呢，它导致的都是小球型的，好，低色素性的贫血，低色素，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哪一个指标啊 ？MCV， 平均红血球容积通常小于等于，好，82 ventiliter。那再来巨母红血球性的贫血 ，megaloblastic， 哦，看到这个字有没有觉得 megalo 听起来就很巨大的样子啊？好，那 MCV。当然是血球比较大颗，因为它的 DNA 出了问题，所以它的 MCV 通常会大于等于96 ventiliter。 好，那可能是因为缺乏叶酸或是缺乏维生素 B12。 那第四个维生素 B6， 哦，维生素 B6 它是跟 HIM 的合成有关，对不对？ HIM 合成所需要的重要酵素。好，那么维生素 B6， 好，刚刚说到它是 HIM 生合成所需要的重要酵素 Delta ALA synthase， 这个酵素要背熟哦。好，那这个酵素呢，它需要 PLP 来当作辅助。那这个 PLP 是谁？当然就是维生素 B6 的辅酶形式咯。那么维生素 E 缺乏，哦，这题也常常考哦，营养师考试里面常常出现溶血性贫血，英文字要记起来，叫做 hemolytic anemia， A-N-E-M-I-A。 好，那这个溶血性贫血呢，主要是我们红血球细胞膜上面有维生素 E， 那么呢维生素 E 是当作抗氧化剂，重点可以用来清除自由基，那可以保护我们的细胞膜免于受到氧化的危险。所以当我们在身体里面产生自由基 free radical， 那自由基老师有说过，自由基搞飞机嘛，对不对？所以呢，它如果没有及时被清除，就会造成氧化压力以及氧化性的损伤。那因此我们的细胞膜脂溶性的，所以它最重要的抗氧化剂就是维生素 E。 缺乏的时候，自由基它就会搞飞机了，所以造成细胞膜的损伤。那细胞膜的损伤破裂之后呢，就会释出我们的 hemoglobin，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产生溶血现象。那我们怎么知道溶血呢？哦，我们一般呢采血之后，对不对？经过低速离心，上面下面是不是红血球？好，那上面假设我们用的采血管是没有抗凝剂的。哦哦，来，亲爱的营养师们，我的采血管上里面没有抗凝血剂，那意思是说采完血之后血液会被凝固？会。那凝固之后低速离心下来得到的上层清清如水，称为叫做 serum， 血清，对吧？那血清正常来讲它是淡黄色的，可是一旦我们的红血球破裂，好， hemoglobin 释放出来的时候呢，它就会转变成粉红色，好，那或是称为叫做红棕色。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红血球破裂了。嗯，好，那一般来讲就是新生儿
好，或是说早产儿它容易产生溶血性的贫血，这时候就要想说哦，可能维生素 E 的缺乏。那最后一个蛋白质热量营养不良，就是所谓的 PCM， 那或是呢 PEM。 那还记得我们 hemoglobin 它的结构是不是所谓的 tetramer 四单元体？好，那 tetramer 它本身的蛋白质质体 protoporphyrin 它就是蛋白质的结构啦。好，所以蛋白质缺乏或是营养状况不良，绝对会导致贫血。那反推回来，贫血的营养照顾里面要不要补充蛋白质？当然是要啦，对不对？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营养缺乏而导致的贫血，那这里面的所有基转都要背清楚哟。那关于营养性贫血的生化检验值，好，我们这边来看，正常状况来讲，红血球形态正常 ，MCV 82到95，好，有的书上写96，那或是98都差不多。好，那再来 MCHC， 再来嗜中性球内多分歧。好，那这个呢是跟 DNA 的异常有关。那 DNA 异常就要想到哦，叶酸 ，folate 跟维生素 B12。好，他们两个是不是参与单碳循环，所以跟 DNA 的生合成有关。所以本来呢它是中性球里面就没有很多的结节啊，但是呢像这种它就会出现一大堆结节状的，就是所谓的多核分歧情况。好，那这个主要就是缺乏叶酸跟维生素 B12 造成，那其他的营养素并不会造成 DNA 的这种异常。好，那正常状况血清铁，好 ，TIBC 总铁结合容积 ，TIBC 是什么？是不是 transferrin 上面的空位？好，所以当铁缺乏的时候，第二期它才会显著的上升。那血清的储铁蛋白、铁的储存性指标，好，叶酸、维生素 B12。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叶酸缺乏哦，巨红血球，红血球变大颗了，所以我们看一下 MCV， MCV 大于96，没错吧？好，有嗜中性球内多分歧，好，血清铁这些都正常，都没有关系啊，但是呢，叶酸显著的下降。那么在维生素 B12 这边一样，哇，巨红血球，好，所以 MCV 是大于96 ventiliter。有嗜中性球内多分歧的现象，其他血清铁相关指标都没有影响，叶酸也没有影响啊，但是呢血清中的维生素 B12 的量显著下降。那么铁缺乏呢，看一下哦，小血球型低色素的贫血，好 microcystic hypochromic anemia，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MCV小于80，好，那或是有写小于82，小球型的哦，没有嗜中性球内多分歧的现象。好，血清铁会下降 ，TIBC 会上升，储铁也就是我们邮局里面铁的存款，当然是显著的下降。它叶酸跟维生素 B12 是不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光从这个生化数值就大概可以判定出来，它是属于哪一种营养性的缺乏而导致的贫血。那一般来讲，贫血的饮食原则，当然很重要。我们说 hemoglobin 是 tetramer 四单元体，那每个四单元体上面都有 protoporphyrin， 所以它本身的身体就是蛋白质。好，所以蛋白质营养状况当然很重要，所以贫血的时候每天每公斤体重是要给予比较高的蛋白质量，以供应红血球的生合成。那特别是针对 PCM， 好，那或是 PEM 更要注意蛋白质的摄取。那一般来讲，蛋白质当然是以富含血脂铁 Heme Iron， 血脂铁的动物性蛋白为佳，当然如果是
素食人口的话，那就另当别论。好，帖子，好，假如说是 IDA， 哦，同学 ，IDA 是啥？你不能跟我说阿哉，我们前面都一直讲 IDA 呢，哈、哦，缺铁性的贫血，判定它是缺铁性贫血的时候，你当然可以多吃含有铁质的食物。那例如动物性的来源，我们就称为叫做 heme ion。哦，在这里你如果忘记什么是 heme ion， 要去回家复习一下营养学的部分，铁的部分称为叫做血脂铁，也就是动物性来源的铁。好，例如说肝脏、肾脏，还有米血糕也算吧。好，那还有牛肉、猪肉等等。好，那米血糕里面，诶，它其实有饭对不对？可是它的血它其实就是 heme ion。那么植物性的来源，干果类、葡萄干、深绿色蔬菜，还有强化铁质。好，那一般呢 ，heme ion 我们通常都是指二价铁吸收率比较好。那植物性来源我们称为叫做 non-heme ion。好，这个专业的词要记哦 ，non-heme ion， 非血脂铁。那非血脂铁一般来讲，肠是肠为三价铁，好，所以吸收率比较差一点，所以要需注意一下同餐里面的饮食成分是否会抑制铁的吸收。好，那么维他命 C， 哈，适当的铁，哦，说错了，适量的维生素 C 有助铁的吸收。那你们应该有听过人家说，哦，我在同餐的时候喝一杯柳橙汁可以帮助铁的吸收。好，那主要是刚刚说到，特别是针对 non-heme ion， 三价铁吸收比较差，而且容易沉淀。可是呢，你如果能够用还原剂将它还原成两价铁的话，吸收率就会显著的增加了。好，那维他命 C 在这边就扮演着这个角色。哦，或是一些其他还原剂可以帮助三价铁转变成二价铁。好，那叶酸，好，那当然像这边呢，到底要补充铁还是补充叶酸，必须要针对你缺铁的原因去做判断，不可以随便乱补。好，因为营养素这边的概念就是像我们一般说的，其实呢过多都是毒药。好，过多都是对身体都是有不好的影响，所以有缺才补，然后适量的补充。好，那叶酸跟红血球的 DNA 生合成有关。那么茶，好，如果说它是因为 IDA 的话， IDA 是不是主因是什么？缺铁，对吧？所以它主因是因为缺铁所导致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当然不要以茶代水。好，因为有些人特别是中老年人，诶，喜欢聚一聚啊，泡泡茶，整天都在喝茶，整天都没有喝白开水，哦，这样子就会有一点问题。好，因为茶里面呢它的成分会干扰到铁质的吸收啊，当然还有一些矿物质也会受到影响。好，所以如果说是确定是 IDA 的话呢，哦，茶一些干扰因子就尽量不要。好，那当然可以的话，同餐富含维生素 C 的，是对于铁的吸收是会比较有正面的帮助哟。好，那我们接下来深入介绍一下营养性缺铁里面的 IDA。 那为什么要这个要深入介绍？因为营养师考试会考呀。啊，当然呢 IDA 铁很重要嘛，对不对？好，虽然老师常常说铁在身体里面就像好人坏人之外的贱人，好，太多当然会透过 Fenton reaction 导致自由基产生量过高，可是太少也不行耶，因为它跟我们的整个成长过程中的智力发展还有很多层面都有影响。好，那缺铁性贫血来 IDA 英文字要背哦。好，那我们健康成年人里面呢，大概有3到5公克的铁，它主要是存在于 hemoglobin 还有 myoglobin 里面，还有一些细胞色素、抗氧化酵素等等。
好，例如说过氧化酶 peracidase 它或是促酶 catalase catalase 好，过氧化酶 peracidase peroxidase 好，那这些我们称为叫做 functional ion 功能性的铁。好，那功能性的铁老师之前有形容说，就像我们什么身上穿的衣服，还有我们身上的一些配件，一定是等到我们的存款有举的钱都没有了，我们才会把我们衣服拿去卖掉，对不对？你总不会邮局里面还有100万，然后竟然把身上的衣服还有眼镜拿去卖掉吧？不可能。好，所以无论如何都会维持这种功能性铁的指标正常状况，这样才可以维持我们正常生理功能。可是一旦没有办法，邮局的钱都已经用光了，这时候只好把衣服一件一件拿去卖掉，功能性的铁才会下降。所以在这里呢，你要知道哦，原来我们缺铁的过程中，它其实是渐进式的，会先用存款。那我们的铁存在哪里呢？讲讲 ferritin 里面铁蛋白。好，那铁蛋白呢，我们就称为叫做储存性的铁，所以它每一分子可以储存4500个，注意是三价铁。好，每一个 ferritin 里面它可以储存4500个三价铁。那么因为它在身体里面会储存，所以它的缺乏一定是慢慢慢慢好、哦、慢慢慢慢缺乏，除非遇到诈骗集团钱一下被炸光了啊，不然的话正常状况来讲一定是慢慢慢慢的缺。好，所以在缺铁的过程我们就分成初中末三期。好，这个称为叫做缺铁的过程。啊，注意这边缺铁的过程是渐进式的。好，所以初中末，那有的称分为叫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好，因此我们考试如果考到说缺铁的过程，你就不要写成一大段一大坨，这样分数就会很低。要注意哦，记得老师说它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所以我们把它分成初期、中期还有末期。那要么就分成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好，所以一开始我们没有铁的时候，是不是先从存款里面把铁领出来？好，所以这时候储铁蛋白会显著的下降。它都已经没有铁了，是不是想办法要多赚一些铁进来？所以这时候小肠的吸收率显著增高。好，所以在初期的时候就这两个指标会有变动。啊，中期铁真的慢慢变少了，好，所以储存在骨骼肝脏里面都越来越少，中期总铁结合容积就升高了。啊，到末期，哇，邮局里面都没有钱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只好把心爱的衣服拿去卖掉。好，然后呢，这时候我们的红血球当然生成不足，所以心爱的衣服也就是我们的功能性的指标就会显著的下降。好，所以到末期才会有临床的症状出现。那临床的症状呢，就包括说小球型低色素的贫血出现了，所以到末期我们称为叫做 IDA。 好，那到了末期我们才称为 IDA， 那前面两期称为什么？前面两期呢我们称为叫做边缘性的缺铁。边缘性缺铁，好，边缘性的缺铁 marginal ion deficiency， 边缘性的缺铁。那边缘性的缺铁呢，指的是无临床症状，无临床症状，但是铁储存量下降。好，所以这时候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存款越来越少了。好，所以一旦有一些特殊状况情况下呢，就可能会导致缺铁性的贫血 IDA 的发生。好，那所以我们以这张表来
对照着刚刚看缺铁的三个时期，哈，储存性铁下降，我们称为第一期，那再来第二期、第三期。好，所以正常状况下呢，我们诊断的标准有包括血清铁、储铁蛋白、储存性指标，对不对 ？TIBC， 还有运铁蛋白质的饱和度，还记得哈？当然是铁越多，饱和度越高。它铁越少的时候呢，饱和度就越低。吸收率，好，这边指的是小肠的吸收率。来 ，hemoglobin， 好，然后红血球细胞的形态、临床症状。好，所以当你在第一期的时候，也就是缺铁初期，血清铁不变，对不对？储铁蛋白质，你看，马上就下降了。所以它是缺铁的灵敏指标哦。那 TIBC 这时候也是不变的正常，然后运铁饱和度也是正常。哇，身体很厉害，知道我们现在缺铁了，所以让小肠的吸收率显著的增加。好，可是 hemoglobin 这些都是正常的。好，所以注意在第一期的时候会变的指标只有血清的储铁蛋白下降，还有小肠的铁吸收率增加。那进展到第二期呢，血清的铁真的变少了，所以一开始血清铁就会明显下降。那储铁蛋白呢，哇，更显著的变少了，存款都快没有了。那第三期第三个，这时候出现 TIBC 上升。好，运铁蛋白质上面的铁的矿位变多了，因为铁很少，所以呢饱和度当然是显著的下降。好，那吸收率这时候噔噔增加，可是hemoglobin都还是正常。所以这时候在第二期有这些指标的变化，可是仍然没有临床症状，因为我们的血红素还维持在正常的范围，可是身体已经呈现铁储存量不足的现象了。好，那第三期呢，哇，储存铁下降，血清铁下降了，所以这时候等等，这里一二三四五前面症状都有了，而且呢同时的hemoglobin下降了耶，所以出现小球型低色素的贫血了。好，所以这时候典型的临床症状出现了，那再继续当然就跟前面很像，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注意了。哇，身体铁完全都不够，而且影响到 hemoglobin 下降，所以我们身体的一些铁相关的蛋白质功能都会受到影响。好，那这个就是缺铁性贫血它发生还有诊断的三阶段，这个指标要背哟，常常考哟。好，所以临床症状来讲，初期缺铁，好，初期缺铁它通常免疫功能就会受到影响了。好，所以在这边注意，铁跟免疫功能有关，那 selenium 跟免疫功能有关，锌跟免疫功能也有关。好，那当然你免疫功能下降，想说免疫功能下降蛮糟的耶，所以你这时候就容易感染啊，疲倦啊，厌食。好，那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就会造成组织，好，上皮组织的异常，或是舌头、口腔、胃等等。好，指甲这边常常考，严重的缺铁的时候，好，指甲会变得扁平内凹，像汤匙状的。好，所以这边要注意，这边已经不再是初期了，这边已经是 IDA。 好， IDA 的状况，好， IDA 状况的时候，它的临床症状就包括有这些汤匙状的，好，指甲内凹，汤匙状的指甲，那口腔上面也会受到影响。好，所以并不是说维生素 B2 缺乏才会有口角炎，那缺铁也容易会有。那么在幼儿的时候可能会有生长迟滞。好，所以在这边老师一直提到一点，找到病因，好，对症下药是很重要的。
好、哦，你一定要找到他缺铁的原因，你才给他补铁，要不然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改善贫血症状。好，那在铁的部分要注意，铁会储存，所以呢，储存量很重要，储存量很重要。那我们怎么样治疗缺铁性的贫血呢？哦，药物，补充铁剂。好，一般医院常用硫酸亚铁。好，那这个硫酸亚铁呢，常会造成肠胃道的不适。那你会想说，肠胃道的不适，那为什么医生还要开这种？因为健保给付，而且它比较便宜。好，那坊间有一些补铁的铁剂，例如说，乳酸亚铁，甘氨酸亚铁，甘氨酸亚铁很红哦。同学们有没有印象？先想想看。好，那一般来讲，服用的剂量依照它的严重程度还有耐受性不同。好，这个呢，通常要一天三次。好，一天三次。那副作用就像刚刚说的，如果说它是使用硫酸亚铁的话，常常会有肠胃道的一些恶心啊、腹泻、便秘等现象。那通常如果说服用一段时间之后，诶，你还是要多吃含维他命 C 的食物。那一般成效，注意哦，服用铁剂大概四天，那或是在七天，黑摩果饼就会慢慢的上升了。那通常在一到三周，黑摩果饼就会正常。哦，可是呢，注意哦，黑摩果饼正常之后，还要继续吃铁剂三到六个月，为什么？因为黑摩果病它是功能性的指标，对不对？好，功能性指标。所以你想象一下，哦，你现在身上都没有穿衣服了，啊，你有拿到钱，是不是先赶快去买件衣服来穿，然后剩下的钱才慢慢存起来？所以你一定要再持续的使用铁剂治疗，然后三到六个月让体内的铁有足够的储存量。好，这时候身体才会是铁充足的情况。那千万不要看到一个月之后黑摩果病上升，然后就不吃了，这时候你还是没有存款啊。那没有存款的状况下，你如果饮食上面没有特别注意，那或是呢你又遇到一些特别的状况，好，例如说大量出血，这时候很快就 IDA 又会出现。好，所以在补铁的过程中通常都要补三到六个月。好，那有一种状况是说，如果说我们给予铁剂没有办法改善缺铁性贫血，可能原因是什么？刚刚老师有说到，如果是用硫酸亚铁，那么它产生的肠胃道的副作用，你吃的每次都腹泻，啊，不然就胃痛，啊，不然就 constipation， 什么是 constipation？ 便秘，对不对？这时候你就会不想吃，好，而且要吃三到六个月耶，怎么可能呢？叫你每天来上课都有点困难了，还要每天固定时间吃铁剂，好，通常常常会因为种种的原因而没有吃，好，所以才会没有办法改善。再来，体内有持续性出血，哦，例如说胃溃疡，那胃溃疡呢，有的人耐痛的程度很厉害，他不会觉得痛啊，但是呢也没有特别注意到说他粪便有黑色的，好，或是像斑马这样一条黑一条白，或是像乳牛这样一坨黑一坨白，没有特别注意到，那慢性的胃出血也是有可能，那出血的速度超过骨髓补充的速度，那或是呢腹泻，导致肠胃道不能有效吸收铁质，这些都有可能导致你补充的铁剂却没有办法改善 IDA。 那我们用静脉注射好了没？静脉注射 OK 吗？一般认为通常不要哦。好，一般来讲呢，我们说过铁，游离的铁，好，我们称为叫做 free ion， 游离性的铁，那特别是二价铁，它会透过 Fenton reaction， 好，这个要背起来，好，营养师考试考了两年，好，它会透过Fenton reaction，
产生杀伤力很强化学性质活泼的自由基，称为叫做氢氧自由基 hydroxy radical。好、哦、，hydroxy radical 氢氧自由基。氢氧自由基，好，所以一般来讲，如果静脉注射，那代表说你有大量的游离铁存在。啊，如果这时候呢，哇，身体里面有 H2O2 的时候，等等，当 H2O2 存在的时候，遇到这个然后就会产生氢氧自由基。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导致身体过多的氧化压力，造成氧化损伤。嗯，好，所以缺铁性贫血呢，除了补充铁剂之外，尽量很少会用注射铁来治疗。那么我们在治疗缺铁性贫血的时候，当然很重要是注意铁质的 bioavailability， 这个字要背，身体可利用率或是身体利用率。好，那意思是说，因为铁在身体里面不会百分之百吸收，好，跟钠、氯，好，或是碘这些不太一样，所以它不会百分之百吸收。当然，在身体里面可以被消化吸收的比例，我们就称为叫做 bioavailability， 身体可利用率。好，那所以动物性的来源 heme ion， 身体可利用率比较高。那植物性的来源 non heme。ion 非血脂铁主要是三价铁，吸收率就差了一点，所以会受到饮食因素的影响。好，所以当你在补铁过程中要多注意会阻挠铁吸收的东东，就尽量要不能同餐吃。好，不能同餐吃，避免说干扰到铁的吸收与利用，影响到它的身体利用率。好，所以在这边我们看一下目前市面上面补铁的健康食品，就是这个李时珍事物铁。哦，同学们有看过吗？看过那个广告？啊，那个广告呢是刘嘉玲拍的。好，那待会呢你们看一下影片，哦，看看说它添加的铁是哪一种铁。哦，老师这边写起来了，甘氨酸亚铁，李时珍事物铁添加了好铁，铁定美丽哦。好，那它添加的铁呢号称是全世界最好的铁，那主要是它的吸收率真的还蛮高的。所谓的甘氨酸亚铁，甘氨酸 glycine 对不对？所以是两分子的甘氨酸牵着一分子的亚铁离子。好，那这个呢吸收率高，而且没有什么肠胃道的副作用。哦，那加上事物本来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补血偏，应该不叫偏方，补血良方。好，哦，那加上呢全世界最好的这种甘氨酸亚铁，所以当然呢它是目前市面上唯一看到的补铁的健康食品。那第二种缺铜性的贫血，Copper deficiency anemia。 哦，缺铜，来，铜的运送蛋白质称为叫做蓝胞浆素，这个要背。好，它算是铜的血液运送蛋白质。诶，铜的血液运送蛋白，那铁的血液运送蛋白是谁？运铁蛋白质啊 ，transferrin， 对不对？好，那缺铜的时候，它含铜蛋白蓝胞浆素就会显著的下降了。好，那蓝胞浆素呢？它在这边注意哦，它上面 CP 本身。是酵素五，它这个蛋白质除了携带铜到周边组织
周边组织，周边组织之外呢，它本身呢是酵素。那它是什么酵素呢？ Ferroacidase 铁氧化酶，铁氧化酶，好，它本身是铁氧化酶这种酵素。好，那铁氧化酶呢，它可以将二价铁转变成三价铁，并入 transferrin 中送到身体其他组织。好，所以呢，它可以将二价铁转变成三价铁。好，那二价铁转变成三价铁，就可以被我们的 transferrin 携带。transferrin 还记得吧？老师说，它一分子可以携带两分子的三价铁，对不对？好，所以当 CP 将我们的二价铁转变成三价铁的时候，它就可以并入 transferrin 中，然后送至周边组织。好，例如说骨髓，好，要合成红血球的时候，当然需要铁当作原料，对不对？好，所以这时候就由我们的 transferrin 负责把铁送过来。所以如果说这边铜缺乏了铁质，它没有办法顺利的变成三价铁，所以这时候没有办法并入 transferrin 中，就没有办法送到周边组织，所以呢就会导致贫血， hemoglobin 下降。好，因此铜缺乏的时候，其实它的症状跟 IDA 是类似的哦。好，所以营养性的缺铜，好，缺铜导致的贫血，它的症状是类似 IDA。好，因为它主要也是透过铁缺乏而导致贫血。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说的铁释出跟铜有什么样的相关性。好，蓝胞浆素 cellulosplasmin。舌头都打结了 ,cellulosplasmin, 好 ,CP, 好，它具有铁氧化酶这个酵素活性，可以将二价铁转换成三价铁，并入 transferrin 中送到其他组织。好，所以看一下我们储存性的铁是不是储存在 ferritin 里面。好，那它当要被移出的时候，诶，它自己就会转变成二价。它转变成二价再变成三价的过程中，这时候就需要 CP。好，那 CP 将我们的二价铁转变成三价铁，这时候就可以让我们的 transferrin 来负责携带，那负责携带铁的 transferrin， 好，铁负责携带铁的 transferrin 就可以将铁送到周边组织，让周边组织去利用。所以当我们铜缺乏的时候，铁质没有办法被送出利用，这时候血清铁还有 hemoglobin 就会显著下降，所以就会产生 IDA 缺铁性贫血的症状。好，所以铜影响到铁的输出哦，影响到铁的送出，而不是影响到铁的吸收。好，这边题目要看清楚哦。那除此之外，铜跟红血球细胞膜完整性有关。诶，猜猜看，老师说呢，红血球细胞膜上面是不是有维生素 E， 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些抗氧化酵素 Anti-Oxidative Enzyme 抗氧化酵素。好，例如说哪一个抗氧化酵素含有铜呢？讲讲 SOD， 对不对？好 ，SOD， 细胞质的 SOD 是不是含有铜，还有锌，对不对？好，细胞质的 SOD 含有铜跟锌，那粒线体里面是含有锰，好，所以呢，红血球细胞膜上面呢也有 SOD， 所以当缺铜的时候，也会导致红血球的破裂，导致溶血性的贫血。好，那如果说确定它是缺铜，你怎么知道它缺铜？很简单呢，血清的铜显著下降，那或是呢，血清的
蓝铜蛋白酵素活性显著变低，你就知道是缺铜啦。那知道了缺铜，当然对症下药就对了。好，所以铜的饮食啊，主要是内脏类、肝脏、海产类、核果类，好，这些呢，连巧克力都是铜的良好来源。那在补铜的过程中，要注意矿物质之间会有交互作用，好，例如说锌跟铜之间会互相拮抗，拮抗的作用就是互相竞争，它多，它吸收就少，好，所以如果说呢，当你铜餐里面含有植酸，是不是抑制锌的吸收？这时候铜的吸收就会增加。但是呢，如果说铁、锰还有钼，铁、锰还有钼比较高的时候，这时候铜的吸收就会下降。好，所以在矿物质这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身体利用率 （bioavailability）。好，因为矿物质之间，它们可能因为分子大小相似，然后化学性质或是价数都相当，所以会互相竞争小肠上面的 transporter， 所以会影响到它的小肠吸收率。好，所以这边矿物质的交互作用，当你补铜的时候呢，就要注意锌的营养状况，也要同时注意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好，那除了刚刚铁跟铜之外呢，哦，我们来看一下维生素 B12 它缺乏的恶性贫血 Pernicious Anemia。 好， Pernicious Anemia， 为什么叫做恶性贫血呢？这么可恶，哦，这么恶性，恶性听起来就很可怕，对不对？ Pernicious anemia 这个要背哦。好，那他们主要是在1820年的时候就发现，当你维生素 B12 缺乏的时候，短期就会死亡。好，那么在1926年，两位医师呢，以富含维生素 B12 的肝脏治疗恶性贫血，所以他们同时荣获了诺贝尔医学奖，而且确认维生素 B12 它的结构是。好，那么维生素 B12 的吸收，老师有说过非常重要，同学们有没有回家复习一下营养学的部分呢？好，那老师在这边呢就简单的复习一下，它在整个吸收过程中需要很多重要的蛋白质。好，所以当你们张开嘴巴啊，好，我们的唾腺它会分泌 R protein。 好，那照小肠的时候呢，它就会跟它分开，那我们的胃壁细胞呢，它会分泌内在因子 IF， 那最后在回肠这边有特殊的接受器将我们的维生素 B12 吸收进来。好，同学们脑中有出现了维生素 B12 的吸收图吗？噔噔，没有的话，老师在这边等一下再来复习一下。好，好，那维生素 B12 呢，它被吸收利用之后也会排到胆汁，好，所以在回肠还会再被吸收回来。好，所以它吸收跟再吸收都是在回肠。那所以正常来讲，维生素 B12 只要小肠跟肝脏运作正常，我们储存在肝脏的维生素 B12 可以用3到5年，超强吧。好，所以除非说你的肠道出了问题啊，或是说呢短肠症候群，那或是一些临床上面的疾病啊，否则不太会有维生素 B12 缺乏的危险。那临床症状导致 pernicious anemia 恶性贫血，那也会影响到肠胃道神经系统，所以症状为感觉异常、手脚麻痹、肌肉不协调、记忆力渐渐丧失。哦，同学们有没有觉得这种症状啊，记忆力渐渐丧失？好，那严重的话，长期维生素 B12 缺乏，好，也会导致麻痹瘫痪，严重当然就会导致死亡。好，那维生素 B12 我们说到它在肠胃道，需要特殊的吸收，
哦，所以呢，我们一般补充注意，通常是注射哦，好、哦，通常是注射，因为你不确定说你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好、哦，所以通常用注射来治疗。那注射之后症状改善了，啊，确定肠胃道也 OK， 你就用口服的。好、哦，那当然这边高蛋白质饮食，所以贫血里面的一项通常都是高蛋白质饮食，哈、哦。每天每公斤体重给予 1.5 克的蛋白质，那其他的食物，好、哦，那看看说呢，是否有同时叶酸的缺乏，对不对？那你就多补充含叶酸的食物，那或是不是有铁质的缺乏？所以在这边同样的找到原因，对症下药，好、哦，因为贫血有可能是单一，那也有可能是两个缺乏等等。所以就针对他所缺的再去补充就可以了。好，那最后呢 ，sickle cell anemia。最后呢，我们提到的是遗传性的贫血。那遗传性的贫血这边，其实营养的介入改善的并不大。好，营养介入改善并不大。那在这边我们在教善疗的时候也要提醒同学，其实营养是辅助疾病的治疗，好，是辅助的角色哦。所以不要期待说你的营养介入完全可以把这个病治好，并没有那么神。那所以当你的治疗营养的建议没有改善病情的时候，其实也不要太难过，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存在啊。所以在医院里面呢，医疗团体是一个 teamwork，哦，所以如果说营养的介入真的没有办法改善的话，那当然可能就要用药物来辅助，那或是跟医生讨论一下是否有其他的病因还没有被发现。好，那 sickle cell anemia 镰刀型的贫血，哦，我们的红血球呢是不是圆圆大颗的，对不对？好，那主要的是遗传性基因的缺陷，所以呢它的红血球就会长得像镰刀状的。那我们的红血球重要在身体里面呢，就是携带氧气，对不对？那变成这样的话，氧气携带就很差，所以呢容易释出氧气聚集变成长条形沉淀在红血球里面，所以这时候红血球细胞变形成镰刀状。那镰刀状的血球脆弱，容易破裂。那破裂有人想说会怎么样吗？如果说它随着血液循环到比较小的血管，是不是就会造成末端小血管的阻塞？好啊，如果说阻塞发生在脑血管，是不是叫做中风，对不对？好，所以说严重不严重，可是呢一旦堵住了就真的蛮严重的。好，所以镰刀型贫血常常会造成微血管的闭塞，那常发生在腹部。那么溶血性贫血还有微血管闭塞也会造成肝功能受损，意思是说呢供应肝脏的血流受到的阻碍，所以也会有肝或是说肾脏功能异常的这种情况。好，那一般来讲危险期的时候当然就是输血，可是这时候要注意别误认为它是 IDA 就给予补铁，反而会透过 Fenton reaction 产生更多的自由基。好，所以这边一样找到病因，对症下药。那 sickle cell anemia 非常容易判定，看血球的形态就知道了，它不是圆圆的，也不是小小的，是长条状的，长条状，所以很容易判定。好，那营养照顾注意哦，患者的铁常常是过高的，所以不要贸然的补铁。好，不要贸然的补铁。那叶酸的部分侦测它的营养状况，好，通常呢补充叶酸。那临床上面也发现说，诶，患者的血浆红血球还有头发里面的锌含量比较低。好，所以有临床研究显示说锌它可以增加 sickle cell anemia 红血球的氧气结合量，可是呢到底补充锌能不能治疗 sickle cell anemia 这个其实是未知。好，那刚刚前面提到矿物质之间会有交互作用，对不对？所以当你补充了锌，铜是不是可能就会缺乏？好，所以在这边剂量上面也要特别注意。
那维生素 E 临床上面也发现说，这种镰刀型贫血的患者，血浆及红血球中维生素 E 比较低。好，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呢需要比较多的维生素 E 来维持细胞膜的完整性，因为它容易破裂，所以耗损量增加，所以在这边临床上也注意。好，如果说因为维生素 E 缺乏而导致它容易破裂，那就要额外补充维生素 E。 那除了 sickle cell anemia 之外，还有一个叫做 thalassemia。 那 thalassemia 呢也是遗传性的贫血疾病，又称为叫做 Cooley anemia 库利氏贫血。那主要是遗传性的红血球制造红血球功能正常，好，所以它导致合成的红血球比较少，容易贫血，容易溶血又容易贫血。好，那一开始呢它主要是发生在地中海还有其他热带亚热带地区，所以才称为叫做 thalassemia。 好，那一般来讲中型或是轻型的，好，它通常呢健康几乎不太怎么受影响，而且它还是可以正常的作息，正常的作息，好，而且也不需要定期的输血。那只有在重期的时候，诶，它才会导致严重贫血，好，必须定期的输血。好，所以在台湾呢有一些中型或是轻型的患者，其实他的作息或是说他健康状况都没有什么异常，都没有什么异常。那除非说他在人比较多的地方氧气比较不够，他可能就会昏倒，好，啊，不然的话其实不太会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好，啊，重型当然就是要定期的输血。所以在这边治疗上，老师有说过，对于这两种遗传性的疾病，其实营养的介入改善的真的很有限。好，哦，啊，当然，贫血一定会想到高蛋白、高热量，对不对？好，哦，那当然，多一般建议多吃维生素 A、C、E、C 等等。好，哦，其实老师这边觉得，只要均衡的饮食就好了，均衡。好，均衡的饮食。好，那同样的铁，哦，要注意，如果说他身体里面铁已经太高的话呢，就不要再补铁了，啊，除非说他血清里面铁有下降的情况，储铁量有下降，啊，不然的话不要贸然的补铁。好，那增加维生素 B 群、叶酸，其实这个在均衡饮食里面就都吃得到。好，那锌，好，在临床上面 sickle cell anemia 跟那个地中海型贫血，好，他们都认为说锌它可以增加红血球细胞膜的表面，因为红血球细胞膜例如 SOD 对不对，好，铜、锌、 SOD， 好，它本身呢具有清除自由基的作用，可以降低红血球细胞膜受到氧化压力、氧化伤害。好，所以一般来讲侦测它血液中锌的含量有缺才补。好，所以在这边营养素呢你就是确定它有缺才补，啊，否则的话均衡饮食就可以了。嗯，来最后呢，哦，小试一下咯。咦，来同学们看一下这个案例哈，张小丽国中二年级，感到头晕疲惫，好，那怀疑自己有贫血，所以抽血检查呢就看一下，哦，来看一下血球比容 HCT， 好，是不是血球占全血的百分比。好，那 hemoglobin， 诶， hemoglobin 显著降低了对不对，嗯，好，血清铁5，所以这边呢你想说啊，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正常耶，哦，看一下对不对，标准值女生对不对，所以这边呢显著的下降。好，所以诊断结果，好，哦，他发现呢，哦，他是缺铁性贫血 IDA，
最后来，我们来小试一下喽。好，来看一下这个临床的案例。张小丽，国中二年级，国中二年级大概几岁啊？14岁左右，啊，13、14岁左右。好，那他觉得呢？头晕、疲惫，所以他在想说他是不是贫血了？哈。抽血检查，哦，还好是贫血，她是怀孕了就糟了。好，那诊断呢？我们看一下检测项目 ，HCT 啊，然后 hemoglobin 还有血清铁。通常呢，血清铁如果下降，通常都是缺铁。然后加上呢，她这个 hemoglobin 已经显著的下降了。好，所以这边呢就判定说她是 iron deficiency anemia，IDA。所以现在各位专业的营养师要来想想看，哦，怎么办呢？哈，贫血，那他呢？从他的饮食记录里面发现，平时素食，哦，素食，想想看哦，好，那他这个数字呢是属于 SOAP 中的哪一项？专业的营养师，哈，主诉嘛，对不对？所以是 SOAP 中的 S。 那刚刚的生化指标呢？好，生化指标是属于 O 哦。好，那它每日的摄取量算出来呢是低于我们的建议摄取量，所以它在服用铁剂之前，通常希望它也可以同时增加饮食中的铁摄取，所以它将换算出来他每日的铁摄取总量是 10.7 毫克哦，相较于 DRI 是什么？国人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取量，要背起来哟。老师再讲一遍， DRI 就是国人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取量。好，刚刚说张小丽是大概13、14岁左右，对不对？好，13、14岁的女生，她的铁的 DRI 是15毫克，所以这边是15。好，那她每日摄取 10.7， 所以属于边缘性的缺乏，好，摄取量边缘性的缺乏。那么呢，素食饮食中她的铁主要是什么来源？男、him还有非血脂铁，对不对？好，所以非血脂铁它的吸收、身体可利用率容易受到饮食成分的影响，所以它要用什么办法来增加铁质的吸收呢？你可以同餐里面，多同时吃含有维他命 C 的食物，那或是说呢，减少喝茶，好。那再来呢，有人问说，那不要喝茶，有人说那同时吃钙片呢？不行哦，因为钙它的吸收率大于铁，吸收率是大于铁的，好，所以你如果同时补充钙片，铁就几乎完全不会吸收了，好，所以有记得有一种叫做高钙高铁奶粉，对不对？曾经很夯的一时，那他们就有研究显示说，高钙跟高铁同时在一起的时候，铁的吸收率几乎是等于零，好，因为呢，他们两个的竞争力差太多了，钙超强，所以才叫做钙厉害，钙隔秀嘛，对不对？好，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 case 的时候，就想说，要怎么样从饮食里面去改善他的 IDA 的问题哦。锵锵，好，最后小 B 爱你哦。看到小 B 有没有觉得很想把这只胖蜜蜂捏死？好啦，我们今天课程就上到这边，我们下课咯，拜拜。